萧敬腾偏与 JJ 不和，黄子佼破例为 Kiki 主持婚礼。2016新北市欢乐耶诞城2号举办卡斯发布记者会，主持群娇娇号角响起，以及压轴嘉宾老萧领狮子合唱团现身。之前公布卡斯群时，有老萧劲敌林俊杰，两人上月还传出争宠华南一哥，这回演唱会又在不同天演出，该不会又在闹不和了吧？我跟他很好啊，你们就爱问，又爱传。对面的电视也怕别人在乱讲。可以停止这个话题，谢谢。老萧别气别气，我们转台问下主持人好了。日前交交好友丁文琪被林宥嘉求婚成功。红包要包多少啊？还没讨论到这个。现在比较尴尬的是主持婚礼这一件事。谢谢。但是我是不太主持婚礼。可是因为自己妹子，我就觉得有点犹豫了。But 这对小两口婚礼日期还没决定呢。我会为他 hold 半年的档期，那可能会为他就破个例吧。娱乐动新闻，Kiki面子真的好大，报道。